长长的人龙看不到雨巴的队伍，画面上的这群人到底是在排什么？原来是紧邻南港车站百货公司楼上的喜乐时代影城全新开幕，特别提供1000张号码牌，拿到的民众就可以直接以99元的超低票价购买电影票。因为想说再便宜，还有在附近。5点半起床啊？怎么会想要来排这个？因为刚好就在家里附近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今天的电影都可以做观赏，2D、3D 都可以，谢谢你们。楼上有卖。不管是玩手机，还是带着小孩坐在自备的椅子上，民众都期待能够拿到号码牌，低价看电影。这间坐落在南港的影城位于交通枢纽，业者希望透过社区型的概念，提供南港地区民众一流的视听飨宴。放映电影之外，我们也规划了特别的3个的主题空间，分别是音乐的、亲子的，还有人文艺术的空间。那这3个空间的话，我们都是完全对即使你没有买票，也可以来现场享受。另外，除了购票的11楼、12楼还规划有休憩空间，可以听音乐舒压。13楼摆上目前最夯的妖怪手表大型公仔，成为亲子共享区。14楼则是有各式书籍，来到这里，电影院变身成为最特别的娱乐空间，让南港居民不用跑到台北市中心，就能赢得最顶级的影音享受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曹登华采访报道。